这是我们的朋友，然后我们是踩脚车的。我以前是背包客啦，也是踩脚车，所以我会直接带很多这种外宾。Very good.Welcome to Malaysia. Thank you. Do come back. Okay. 各位朋友，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呢卤面之乡乌鲁央。我们尤其跟我们雪州的一班朋友，我们大家呢一起来。现在马来西亚新春是非常有特色的，尤其是来到卤面之乡呢这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它的福建卤面用黑醋煮的，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这也符合了我们房屋地方政府部呢推出的新春好品。每个新春都有它的特色、它的文化、它的历史，都值得我们大家去推荐。所以呢，这个卤面之乡今天呢已经是名闻遐迩，等于是于国内外的游客都来这里吃卤面。对，就有两个来自我们德国的朋友啊 ，This is our friends from Germany. You just say hi. Hello.Okay, so welcome to Malaysia. Enjoy your breakfast. All right, see you. Hi, thank you. Hey, 你好，你好。Hey, 你好，你好。是住在这边吗？对。天要来哦。天要来这边吃卤面。可以拍照吗？可以。谢谢。可以跟你拍照吗 ？OK，来。OK， 来。那第一来吉隆坡吃，吉隆坡华人店吃卤面。是。好，谢谢你们。Okay, thank you. 谢谢你们。